生命是包括了一切。真正的佛法是生命的科学。大家不要给宗教外衣困住了，太可惜了。时代到了现在，这个生命科学只有这一套东西，在今天我们自己中国人来说，只有我们中国一路领先的。这句话我自己讲了，我负责。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，外面的西方的科学文明只能做主宰，可惜呢，我们自己中国这个文化有啊，读在那个仓库里头啊，读在古书里头啊，你们年轻人也看不懂，白话文入手的啊，这两个字的写的东倒西歪的啊，文章呢做的是青蛙跳井，不通不通，那个古书怎么读得懂嘛，那个仓库打不开啊。生命科学这个，我们生命存在着很多问题，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一个都是科学家，每个是哲学家，每个宗教家，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活到怎么回来投生。你当时这脚踏做爸爸做妈妈，你在那里认识下来主意要他做爸爸妈妈的，不知道来的，自己为什么回来变一个人不知道啊，这个天地怎么来的，宇宙万物怎么来的，太阳哪一天了。所以宗教家就是说，宗教家比我们那个老朋友尊师重地还重要，谢罪参观，你不准问，信就得证。我是信你的，你总让我看一看好不好，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宗教是不让你看的哦。哦，所以你们佛不是宗教啊，你们把佛教也当成这样玩的话，那是佛教的罪人哦。我还顺便跟你介绍，对不起啊，我先磕头向你们诸位。